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 V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18直播，0:18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一血小酋长雷克萨中路 Ang火雨被小东被点燃收一血 50%75%100%002QH809F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 864x486 音量 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63c5d5edca11377b0377b1ec9cbd6f v 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码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播放流水 C8CAEA120-6184CFD59484686241DC7020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本一血小酋长雷克萨中路 Ang 火雨被小东被点燃收一血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owidert0027QH809F.ing.http.news.gtim.gncom.newsapp.ls0499974025640480 Dave 视频一血小酋长雷克萨中路 Ang 火雨被小东被点燃收一血时长约18秒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26号 LPL 常规赛接近尾声 VG 与 BLG 的比赛首局前期 BLG 利用视野不断压制野欧取得优势中期 VG 利用抱团的优势扳回局势后期 VG 一波团战的胜利赢下比赛本局比赛 BLG 在蓝色榜 VG 在红色榜 BLG 本青钢影千珏亚索诺手空本 BLG pick 奥恩雷克萨吸血鬼维鲁斯布隆 VG ban 巨魔阿卡利剑魔妖姬船长 VG pick 科加斯酒桶女刀艾希台姆比赛回顾前期双方雷克萨率先发难来到中路帮助吸血鬼击杀女刀拿下一血接下来的几分钟 BLG 不断利用视野压制酒桶的野欧随后双方上野队拼命双方上单固化雷克赛趁势拿下峡谷先锋利用峡谷先锋推掉中路一血塔 VG 也选择拿下土龙止损前期 BLG 小优中期 BLG 继续入侵 VG 引欧在 VG 蓝 buff 处 VG 利用艾希的大招击杀 BLG 重斧并趁势推掉 BLG 中路一塔但是撤退时 BLG 也利用奥恩大招先手击杀 VG 野斧 VG 率先站住地形拿下水龙但是 BLG 也赶到击杀 VG 野斧 BLG 不断抱团推进 VG 也利用女刀和大虫子单带换资源在小龙出双方爆发团战虽然酒桶率先被杀但是 VG 仍然打出二换四并且控下火龙双方随后在上半区河道再次打出一换一后双方撤退中期 VLG 领先 1K 经济后期 BLG 抓死中路的女刀但是 VG 余下四人阻止了 BLG 打大龙接下来几分钟双方不断在大龙处和中路拉扯随后在上半区 F6 处 VG 一波团战打出一换四后一波赢下比赛蒙罩罩